7月27号《我是歌手》第三季总决赛落下帷幕后，观众仍余音绕梁，大呼不过瘾。为延续这一热度，本周五晚10点，湖南卫视将继续现场直播《我是歌手》双年巅峰会，届时两季歌手将携手为观众带来一场超级音乐盛宴。据小编了解，第二季歌手韩磊、张杰、邓紫棋、曹格和周笔畅都已确认加盟，各家粉们是不是都已经按捺不住了呢？别着急，小编这就为大家透露以下两大看点。看点一，双韩有望同台竞技，歌王双双把家还。按去年双年巅峰会大咖云集的节奏，本周五晚第二季和第三季的10余名歌手将会同台竞演。第二季的歌王萌叔韩磊已确认加盟。不少网友猜测，本季歌王韩红亮相也是10有8 9的事儿了。届时双韩同台对垒，被誉为华语乐坛中流砥柱的两位歌手同时现身，令不少网友惊呼，简直是不敢想象的梦幻组合呀。不过对于第三季会有哪些歌手加盟，节目组表示还在协商中，但整体阵容和节目内容将比去年更精彩，也会有新的环节设置。看点二，巅峰会形式有惊喜， PK 演唱会都兼顾，巅峰会直播在即，节目形式也备受关注。去年第一季与第二季的10位歌手采取配对方式登台献唱，以演唱会的形式同台演出，超强的卡司阵容和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令不少观众记忆犹新。而谈及今年的节目设置，导演组表示具体流程仍在商讨中，这套路会兼顾音乐欣赏和竞演比拼两方面。而本次巅峰会歌手们的演唱歌单也将比去年种类更多，跨度更广，看来一定会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啊。众多歌手们同台标记的历史性时刻就在本周五晚10点湖南卫视，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哦。芒果新闻跟大家周五约起报道。